去的时刻美妙的夜晚，虽然我们素未谋面，氛围阴沉，音乐渐缓，每个人手都一份邮件，听 MV 压力猫也翻开剧本，我们故事现在开始，每个人介绍自己的身份，记录在面前的这张白纸。一位玩家身份是神秘，像是某国的公主。第二位玩家是胆大，是伟大的职责，是拥护。第三位玩家扮演的王子，他和公主有些冲突。最后所有人目光一向我，问我扮演的角色是什么，我看看身份，说我是阳光开朗大男孩，阳光开朗大男孩。我的唱只有微笑，